浩南华在第二和第三节都入了30分，加上陈章敏贡献全队最高的24分下，大胜97-58，开季3战全胜。新闻都报道完啦，晚安。五矿地产特约新闻档案系由五矿地产赞助播出。2001年年初，警方停止向传媒发放涉案人士的姓名资料，受到记者协会批评。重温当年的报道。消息话，警方停止向传媒发放涉案人姓名资料，系同上年8月沙天山一名富商起被爆窃之后，因为不满传媒披露佢个名而向警方投诉有关。警方就话唔会就事件评论。而在埃曼，警察公共关系总警司黄敦义出席电台节目的时候，被记协主席麦燕婷打电话来质疑，为什么要在这么紧急的情况之下就即时执行申请章？但是我们做一个执法机构，我们一定要依法办事。如果我们知道这件事是跟法律是不吻合的话，我们不可以做。黄敦义说，警方确实在几个月前收到市民投诉，但警方是根据律政司法律意见去做。其实市民都关注，所以我们最近都是去信这个律师恩专员，就问他们是有什么消息呢，我们可以就是发放的。他又说稍后会跟传媒开会，不排除在咨询之后恢复以往的做法。记协就指警方处理手法很有问题。会给人的感觉是大落不解。如果你有大落不解的情况之后，难免人们会质疑究竟警方背后是否有一些原因要这样做呢？Fango 美白系列特约天气报告，只要是太子之宝终于特约，瞬间看地球。有冇可能唔化妆，肌肤都自然透亮 ？Neutrogena Fine Fairness 精华混含左旋维他命 C， 由基底淡化色素，全面点亮，逆转暗沉肤色，21天回到原生透亮。Neutrogena。